那跨年除了在台北之外，像云林县府邀民众呢到云林，可以从送夕阳、看烟火、倒数跨年，接着还能够迎曙光，而且跨年晚会还会发限量甜甜圈跟古坑咖啡。即将结束，全台各县市几乎都有举办跨年活动。云林县政府推出送夕阳、看烟火、迎晨曦及精彩表演等系列活动，吸引民众一同来云林跨年。桃花流山吼，最后一抹夕阳，搁来接剑魔山，倒数，过年。跨年，透早才来这个西丽大桥看日出，第一道曙光。那总花费不会超过400块啦，啊，搁上这列看有站通宵达旦到云林。跨年夜当晚，云林县政府与主题乐园一同举办跨年晚会，特别邀请澳门的国际烟火冠军团队，规划长达10分钟多的烟火表演，有笑脸、水母及兔子等10大特色造型的烟火，相当精彩。现场还要发送限量的甜甜圈与古坑咖啡等小礼物。3、2、1，通宵达旦到云林 Happy New Year！ 县政府举办跨年系列活动，并结合云林当地的特色产品，希望吸引民众呼朋引伴来云林度过既欢乐又充满文艺气息的元旦假期。联合报陈雅玲云林报道。